探索未知，领略奇闻。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儿探索。监控设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物品，有了监控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提供很多证据。现在市面上用的监控大部分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，而且可监控的范围有限，只能监控某一角度内的视野。最近国外的一家创意公司就不走寻常路，打破常规，设计出全球第一款悬浮摄像头。它不仅仅可以360度无死角旋转，看家护院，而且带有很强大的人工智能以及和主人交流的功能，差不多就像是养了一条聪明的看家狗。这款摄像头可以像幽灵一般悬浮在空中，这是通过特制的无噪音无震动底座实现的。除了可以悬浮在底座上空，设计师给摄像头的外壳加入了磁性材料，因此假如不想在底座上悬浮了，这一款监控可以吸附在任何金属物体上面。当然，这一款监控的亮点还是看家护院的本领。它具有500万像素的录像功能，而且在夜间会自动开启夜视功能，再配合无线充电和360度无死角的转动，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运行。除此之外，摄像头的内部还安装了各种感应器和声音识别装备以及对讲设备。在监控的过程中，当探测器探测到哪个方向有可疑的声音和动作时，就会自动的转到哪一个方向，认真的记录下每一个细节。简单的设置一下，这款监控设备还可以和手机相连接，这样你要出门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机观看家里的一举一动，是否有宠物在调皮捣蛋，或者小孩独自在家的时候是否有什么异常。有了这个装备，你可以将家里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，